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那个氛围，因为毕竟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做调整嘛。越来越接近比赛的情况下，大家的想法或者是大家的心态会不一样的。或许打得好的人会维持得不错，如果打不好的人，或许心态比较急躁的情况下，就要有所做调整了。这次的感受就是以一个学长的角色去带领球队吧，这次又升任队长这个职务，希望自己能够带领球队啊，把成绩打下来。困难的地方啊，要去喊吧，就是喊声啊，要去分配队友要去做些哪些事情，就跟我平常做的东西不太一样，比较皮的，都还好，都蛮听话，因为如果不听的话，就爱的教育啊。爱的教育是怎样？就是走过来啊，为什么不听话啊？这样子，然后弹一下耳朵这样。队友他们来找我问说要做些哪些事情的时候，然后可能要经过教练同意，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，然后我再去跟教练做沟通这样子。我觉得我是比较好说话，他蛮负责任的，就是虽然有时候心力亲为，对，虽然有时候他点人数会点不清楚，你知道他数学是怎么算的？他点人真的不太棒，不太好，二十可以点到二十啊，啊又点到23，他是乱，他都是点来点去都一直不对，然后可以给他特写，我们是在可以给他特写。这里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？哈哈，要打分数啊！打分我差不多90吧，也不能说100分了，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，90分就已经够高了。不同的身份参加这次的就是18吧，就是因为去年还是就是学生嘛，今年进入职棒，场上场下的任何事都要做得更好吧。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是可能会被放大检视吧，然后就是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情。就是照平常那样子，然后把所有事情做好吧。压力是多少是会有一点啦，但就是不会像第一次那么紧张，就是连续两年穿中华队了嘛，就是已经比较有一点经验在了，所以就不会到特别的紧张。我一个人啊，就是比如说在休息室里面，就是在最角落的地方一个人，然后就是仔细想一下哪一些细节没有做好吧，然后就是做一些深呼吸之类的，然后也不会想太久啊，因为想太久会影响到后面的表现。因为离正式比赛还有一段时间嘛，所以就是大家可能都还在调整，所以都不会到就是太特别的帮手帮脚吧。不会有那个啦，就我们不会有学长或学弟的那个啦，只是有那个墙，不会啊，就都一样会闹来闹去啊，只是该认真还是要认真的。像王念豪有时候他在认真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开玩笑，他就用眼神，他就啊好认真啊认真的。可是跟他们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，就是可能我在这个年龄层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，都有办法看到，对我来讲成长也蛮大的。整体状况都还不错，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可以再热络一点吧，这边太害羞了。就是在球场上可以活泼一点，就是大家又开心一点打球。我是那种属于气氛组的那种，在球场上快乐打球最重要，享受压力。我认为是动力啦，因为毕竟蛮多人在看比赛的情况下，我觉得蛮多人在替我们就是呐喊加油的情况下，选手我觉得不要一直认为是压力，这个当然也是一个不错，让他们在台湾可以让大家认识他们的表现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了。希望球迷就是踊跃进场替我们加油，因为我们会打出最好的成绩。有压力是一定会有的，因为毕竟今年在台湾打，对啊，这样那个一定要把冠军拿下来，那个压力一定很大。跟自己讲说，不可能每次都一定会失败，一定会有那两三次会成功。尽量把成功的几率提高，这样子一点一点进步啊，不要要求一次进步很多。现在的气氛呢、啊，就还算正常吧，对吧、啊？就还蛮放得开的、啊，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呢、啊。嗯，越接近比赛的时候，可能大家的表情啊、心情就会开始慢慢出来了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台湾打，所以就是还没到正式比赛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。对队友说的话，嗯。就是好好听我说的话、啊、然后乖乖配合，然后一起把最后一个赛事打好，让我好好毕业比赛加油，然后对要想办法拿冠军。希望大家能够把
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吧，然后就是在打不好的时候不要想一些负面的情绪，不要太多，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就好。希望大家能不要留遗憾，就这样。还有吗？然后拿冠军。还有吗？然后还是拿冠军。这次 U18 在台湾，希望球迷能够进场为我们中华队加油。我们都非常期待各位球迷能够进场为我们中华队加油。8月31日到9月10日，在天母棒球场、洲际棒球场，请为中华队加油。致力于您的富足人生，凯基证券。